妈咪，我马上就要去上班了。你不是担心我穿的衣服不够保险吗？我现在给你看一下我穿了多少层衣服啊。口罩，我先戴一个 N95 口罩。你看到我这样穿，你可能就放心了。蛮好的，正好对着当着镜子用照一下。嗯，因为这边的耳朵过得有点疼，我看一下能不能调整一下，往下来一点吧，这样就好一点。嗯，一层口罩，一个。再一层口罩，用成口罩了，戴个帽子，这层帽子要把耳朵给包住了。行动，帮你调整一下看，这个耳朵仪。因为这边是敞开式的，你看到吗？所以刚好会把胶水把这边给封住，把这边给封上。就是踩在里面，看到吗？然后再套个长鞋套。然后一会儿再戴一个护目的镜子，这边把口罩封住就可以了，一会儿就可以去病房上班了。哎呀，衣服就到这里结束了啊。